各位亲爱的家人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请大家好好体会哈。真正的富有，不是因为拥有很多，而是需要的。 很少，真正的富有不是因为拥有很多，而是因为需要的很少。一个心灵空虚的人，他因为内心不安，就会一直的要向身外。 抓很多的东西，抓人、抓事、抓物、抓情、抓权、抓力。内心空虚。你向外抓取来的再多，都只能够满足一时的欲望需要，没多久。 他又会要，因为还是空虚呀、啊，还是不满呢、啊，所以他要更多更多，所以就没完没了的一直在那里抓取。所以要知道哈、哦，心灵空虚的话。 你给他再多的金钱，给他再多的物质生活享受，没多久，一样，那个不安、不满足又陆续出来。比如说，一辆车，本来七八万、十万块。 就可以解决，就已经很好了。但是，当人赚到更多钱之后，他看到别人开的是一百万，我开的是十万块，这个没得比。我要赚更多，我要买到超过百万的名车，这样我可以比赢别人。 所以他就要用付出更多的生命去赚取，去积累更多的所有的财富，以满足他内心的空虚跟虚荣。那个已经不是真正的需要，不是生命真正的需要，而是欲望，要跟别人攀比。 所以你就要多出十倍的精神时间去经营、去忙碌。有了一百万的名车之后，看到别人开的是两百万的，哦，好、啊、像现在市场上还有五百万的，世界那些大富豪开的是一千万的，那个欲望，别人又怂恿你。 只要你敢想，只要你敢冲，告诉你这样的秘密，你就去去冲，就可以实现你的理想，实现你的欲望。结果，人又不断的拿自己的生命来典当，然后又不断的冲冲冲。 好，有一天他可能很顺利的又买到三百万的名车，但是还是一样不满足，不满足。前一段期间看报纸上有人因为报纸媒体又报道出来那一辆。 超级跑车，价值人民币四千万，价值人民币四千万，开着在路上跑，媒体有报道出来啊！你看，一个人的欲望。 他开着那些名车，开着那些所谓的很高贵的、很贵的超跑车，那是真正的需要吗？早已经不是真正的需要了。本来十万块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但是却一直的膨胀、膨胀，一百万、一千万、几千万、四千万，增加了。 多少倍？有了那个之后就满足了吗？还是不满足啊？希望大家好好体会哈。真正的富有，不是因为拥有很多。你内心空虚，给你再多，你都不会真正的幸福、快乐、安心。那个满足，顶多只是暂时的。 短暂的刹那的，就像在王公贵族在宫廷里面的那些所谓的阿哥公主们，他们真的幸福吗？真的快乐吗？那些大臣，那些宰相，你看看。 他们真的幸福吗？快乐吗？我们如果看电视剧、看宫廷的电视剧、连续剧，你都可以看到更严重的勾心斗角、争夺权力、争夺名利，随时都要提心吊胆。 对于我而言，我真的觉得，人为什么要把生命变成这么样的苦？本来我们的生命可以很快乐的，很快乐的过生活。真的，我们要过上真正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本来就很简单，本来就很容易。 为什么要一直的要跟别人比大比小、比高比低？要跟别人比那些面子、爱慕虚荣，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到无限大，所以就成为欲望的奴隶。归根究底，原因就在于心灵空虚、不安。 那心灵空虚不安，他不是有豪宅吗？不是有房子住吗？为什么还不安？不是家里已经有不少钱吗？为什么还不安？为什么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并没有豪宅，并没有积点很多钱，但是他们却过得？ 很幸福，很快乐，常常脸上就是挂着笑容，又会要乐意去帮助别人，心地善良、单纯，不会去欺骗别人。要知道，真正心灵富有的人。 他对物质的欲望，他是很少的；他对世间的资源的消耗、消费是很少的。大家好好去体会啊、哦！为什么老子要我们？你要来到有内涵，要真正心灵富有，你才会真正得到幸福、快乐。 满足、知足，要知足，那是一定来自于内心心灵的富有。知足常乐，那一定是来自于心灵的富有。心灵富有建立在哪里呢？不是饱学多闻就能够做到。你要真正的。 找到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心灵的家。好好体会哦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两种家，每个人都一样。一种是世俗肉体的家，物质的家，这是一般人所了解的。 但是你有了这个家，虽然可以遮风避雨，但是很多人他是不安的，他是烦闷的，他想要设法，有的还要设法逃离那个家。所以要知道，世俗的家那只是一般肉体遮风避雨的地方，没办法让你真正的心灵安心、快乐、幸福。 你的心灵要来到真正幸福、安心、快乐，一定要找到心灵的家。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，这是真理实相。为什么老子、庄子他们不去跟别人争名夺利，不去跟别人勾心斗角？ 他们凭着良心返璞归真，就能够过得很洒脱、很幸福、很快乐，因为他们活在心灵的家。你看看庄子那一种洒脱，一整个天地都是他的家。 他有一次在屋子里面光溜溜的啊，他朋友跑到他家拜访，他说：“奇怪，你怎么没有穿衣服？你怎么这样呢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我有穿衣服啊，是你跑到我的裤子里面来。”啊。<laughs> 还有。 他躺在大地上，他觉得满天星就是我的天花板上面的装饰啊，好好体会哦。满天星斗，像我们这里有广场，在这个广场上这样看看整个天空虚空，满天星斗就是我们。 房子的天花板上的装饰品，这个家有多大？那个不是说穷困潦倒、自我安慰，不是那一种啊，你讲不出来的，装装不出来的，那是来自于心灵富有，他体会到整个大自然、整个天地就是他的家。 他到哪里都安心自在。当一个人体会到整个天地都是我们的家，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呀、啊。天人合一，那个不是抽象的描述。 你真正把这个小我、自私自利的小我，你把它突破之后，你的世界真的就是海阔天空、无界限。希望大家好,好体会，天人合一就是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、找到我们生命、我们心灵的家。讲白话一点，就是。 整个大自然，整个天地，都是我们心灵的家。这个不是比喻，不是抽象的叙述。我讲的是实相，是真理实相。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真正去体悟到？如果你只是头脑的知见，头脑知见还不是来到心灵层次。 你不是用心灵层次去体悟到、去证明那,那些知见，它是没办法止渴的，因为它只是一个知道，它是抽象的观念之见，你还没有真正品尝到。为什么我们要净化心灵？就是要用清净的心灵来实际的体悟、体会、求真求证。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些幻灯片，大家要有正确的观念。我知道很多人过去没有接触这方面的知识，没有接触这方面的领域，你总是内心里面会有苦啊，会有不安呢、啊。那现在就是告诉你，真正不只是一般人，不只是你，而是一般人。 他真正烦躁不安，内心苦闷、空虚、恐慌不安，最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心灵的家，没办法体会到什么叫做天人合一。天人合一，道法自然，这个就是真正心灵的富有，来到体会到我们与大自然就是一体，我们与大自然就是一个生命。 共同体不但共同体，而且我们是天地父母、大自然在养育我们。当你真正这样体会之后，你也会读懂大自然的运转法则。在这个过程，你就会道法自然，学到大自然的大智慧。能够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们顺天之道而为，你就能够永续发展。 永续经营，如何天人合一？我们陆续来和大家介绍。要真正的体会到，一定是要透过修身养性、净化心灵。这个不是做学术，不是拿个文凭、拿个硕士、研究生、博士就能够体悟到，就能够亲证到，不是这个。 用做学问的方式，那只是在为学日增、为学日益，那个、还是头脑之见。这方面，你的心越单纯，能够单纯返璞归真，这样的人他越容易体会到修身养性、净化心灵。所以这个是要。 为道日损，《道德经》里面所提到的“为道日损”，不是积累很多的知识，而是要用清净的心来体会。大道至简，本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事，但是就是因为太简单、太平常、太普通，一般人呢。 习以为常的忽略了，就是因为太简单、太平凡，一般人习以为常的忽略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请大家用心灵，用我们之前所开发的练习的清净的心灵、心灵觉知，要用心灵觉知来品尝，品尝。 空气、风对我们生命的重要，我们不管是现场或是线上的网络的学员，全世界的家人都一样。我们从出生到现在，你现在还活着吗？我们从出生到现在。 每天，每一分，每秒，我们都在呼吸，都在呼吸。但我们什么时候去体会到这个空气是我们生命的必要元素？我们什么时候真正用心灵去体会空气的重要？ 往往都是太习以为常的，就是这样呼吸呀、啊，没什么啊，就是呼吸呀、啊。很重要的真理实相就被忽略了，就不觉得它有什么特殊，有什么重要。大家好，体会啊、哦，为什么一般人找不到那个生命的源头？ 为什么一般人找不到生命、心灵的源头家乡？就是因为太多的习以为常，变成你就不知道它的珍贵、它的重要。我们现在来看哈、哦，大自然的空气，大自然的空气，它本来就是在。 大自然里面到处在流动，到处在流动，风到处在吹拂，但它滋养着一切生命，但是一般人没有重视到风的重要，因为风、空气，我们一般人的肉眼是看不到。 你可以感受到有风在吹，但是你的眼睛看不到，所以呢，老祖宗就把它用一个表征画出来，说这就是风神的图腾。但是这是一个比喻，让大家体会到风这个元素，它也是个很重要的元素。 它也是个有机生命体里面很重要的元素。我们的地球是个有机生命体，风它就是这整体里面很重要的元素。它不是死的，它一样是有机，是有生命的。老祖宗就用这样的图腾把它表征，希望大家重视风的存在。现在啊。 请大家练习用心灵品尝空气对我们生命的重要。以前太习以为常的，觉得这个没什么。现在，请大家哈练习用心灵觉知来呼吸，在一吸一呼之中感受空气与我生命的关系。 现在就请大家，我边讲你们边做，要练习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鼻腔、鼻头、人中附近，因为这是我们空气要进出的必经之路。可闭眼，可不闭眼，就是放松。 用心灵来觉知，觉知空气从我的鼻头、鼻腔进入，再呼出来。以前我们都没有去注意空气对我们生命的重要，现在请大家用心灵觉知来感受。 这些空气元素就在我的鼻腔一进一出，端坐放松，自然。 不要去操控呼吸，它本来就存在，只是你的心向外看、向外攀援，没有去注意到它的存在，没有去注意到空气对我们生命的重要。现在，请大家用心灵觉知。 来感受你的呼吸正常、照常放松，不要去操控，不要去干扰，你只要清楚的觉知就好。 放松，放松。 以前，我们都一直向外冲，没有感觉到呼吸的重要，空气的重要。等到一口气连要呼吸一口气都很困难的时候，要命中的时候。 才在那里挣扎，给我空气。问题是各种因缘不具足，空气存在，那你吸不进，吐不出，命就结束。好。 请大家要去对比，我们之前对空气的感觉、认知是怎么样？现在用心灵来感受、来觉知，又是怎么样？你要实际去练习，实际去体会。 定、静、安、律得。如果你的心心浮气躁、很烦躁的时候，如果你在上班，或是遇到什么压力，或是遇到什么境界冲击考验的时候，本来要愤怒、要生气、要冲出去的，这时候。 请你回来看，觉知自己的呼吸，回来向内看，回来觉知、觉察自己的呼吸，一吸一呼，你只要清楚的觉知五六次的呼吸之后。 你的心就会渐渐的静下来。本来可能要发生车祸相撞的，本来可能要发生相撞，但是当你一觉知自己呼吸的时候，你就能静下来。 静下来，它就有一个转环的空间，就能够化解一场车祸。人生中，人与人的相处，甚至家庭夫妻的相处，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，与同事。 与他人有时候就为了一些小事，就把事情闹得很僵、很严重。那都是因为彼此的身心都很绷紧，都一直在冲。遇到什么境界、冲击、考验的时候，没有空间静不下来，像没有刹车系统一样，就是一直冲冲过去。 就容易产生车祸、灾祸，所以你要把它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。要愤怒、生气的时候，请你静下来，来觉察自己的呼吸，觉察几次。如果你觉察不到，你可以深呼吸几次，深呼吸几次。 这时候，您就会静下来，有争取到一些时间。车祸相撞就是因为彼此都在快，当对方快，你慢下来，你有个刹车系统，你慢下来，你就可以闪开，那个空间就会出来。 本来要爆发的灾祸，因为你能够静下来，争取那空间出来，灾祸就可以化解。所以要活用，要活用。这是刚才的用心灵觉知呼吸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它一样可以很好的活用，而且可以化解。 不少的所谓的灾难、冲突、对立，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来体会：没有空气的滋养，我的生命还能存活吗？大家问自己，不要用头脑找答案，不要用头脑找答案，我们要用心灵深度去体会。 过去就是因为太习以为常了，你不知道这个元素的重要，所以你那个幸福感就不会出来。你不知道说五分钟的空气它的价值有多少。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到空气对我们生命的重要，五分钟的空气竟然价值那么的高。当你有新鲜空气可以呼吸的时候。 你就会感觉到我很幸福了，我很知足了。所以这个大家要去问自己的生命，要用生命来体悟、体验。为什么说这个不是做学问所能够解决的？你用清净的心灵，那就是用你的生命来实际的体验。没有空气的滋养，我的生命还能存活吗？ 五分钟的空气价值有多少？你们说，五分钟的空气，你认为价值有多少？无价，讲个价嘛！<亡>五分钟的空气，啊？死亡。死亡 无价，大家要体会哦。前段期间，外国有一个人，他因为得了新冠肺炎的重症，送入那个交护病房，需要呼吸器的帮助。医生给他呼吸器，给他氧气，后面要不要收费？ 要收很高的费用，那他才想到啊！我以前我呼吸这么多，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个空气这么珍贵啊！有些能够救得过来，有些是救不过来。我们好好体会啊，五分钟的空气，以前我有讲过哈，五分钟的空气其价值比五百万。 都更有价值。你没有讲个价，一般人你说无价，一般人无价吗？那没什么啊，他还是无感。跟大家讲个价，五分钟的空气价值超过五百万，你信吗？啊，相信吗？不要叫太少哈、哦。 太少好，那你随你标？问题是，我们要真的去重视到它的价值，而不是说别人标价五百，那你说你那个不够，我们标价一亿，因为我的身份很高很重要。你问马云，你五分钟空气价值多少？他说，我五分钟的空气价值一百亿。 呵呵呵。<laughs> 你问比尔盖茨，你五分钟的空气价值多少？我价值一千亿。我们要好好体会哈、哦，一个人如果五分钟没有新鲜的空气，没有空气可以呼吸，只要你阻隔五分钟没有新鲜的空气。 进入身体的话，这个人会怎么样？除非奇迹出现，不然大部分都会死掉。五分钟的空气是价值我们整个的生命，价值整个的生命。现在，请大家自我挑战：我不呼吸又能够活着。 我能撑多久？现在，请大家自我挑战，请大家把右手举起来，请大家把右手举起来。等一下再开始哈，现在先练习一下就好。等一下讲开始的时候，你就把鼻子捏起来，鼻子、嘴巴就要闭紧了。你不要作弊的，不要作弊，你把鼻子捏紧，都不要呼吸。 我们挑战，看你不呼吸，空气没有进出，你能够维持多久？那个自我越厉害的，我希望你能够越维持越久哈。<laughs> 来，我们准备开始哈。我讲开始的时候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就开始憋气不呼吸。当你开始吐气的时候。 你受不了开始吐气的时候，你就把手放下来，说“我受不了了”。来，我们准备开始哈。然后我们看看那个维持最久的人可以多久，不可以作弊哦。我们准备开始哈，请大家把右手举起来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吸气，开始憋气。 好，全部都放下了。 刚才在三十秒就有人开始投降一分钟以内的一大半，到一分半钟的剩下不到十分之一。刚才最长的刚好到两分钟，最长的到两分钟。 你们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两分钟内就投降了？啊，你说我不服气，不服气，你那么有骨气，你就不要吸气嘛。反正不服气就你就不要吸气，<laughs> 看你能够撑多久。大家真的要好好去体会，我们就是太习以为常。 不知道空气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重要、这么珍贵。你不服气，你那么厉害，你就不要呼气呀、啊，不要吸气呀、啊，看你能够撑多久啊？或是你觉得我不相信那一套，大自然跟我生命无关，那你那么厉害，你就靠你的修行自己制造空气出来啊？ 不要用大自然的空气，你自己制造空气出来。那你制造出来的空气能够吸吗？人真的要重新来认识什么是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。我们一直迷失自己，一直去用拿着生命去追逐那些身外的金银财宝。 却把最珍贵的东西呢？我们却把那习性的忽略、否定，该好好珍惜的没有好好珍惜，这个就是把生命错用功。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跟大家讲？当我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，我就很幸福；当我有清静的山泉水可以喝。 我就很幸福。我不需要像别人这样一直的去经营、积累很多的财富。我不需要几百万的豪宅、几百万的豪车。我不需要那些。如果你有发心要送给我的话，我就把它用来转换成为可用的资源，来利益社会。 来利益天下人，因为对我个人而言，我不需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欠缺什么，我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我没有缺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我天天都在享受那个很珍贵的。 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，大自然给我们的新鲜的空气，五分钟的空气，你糊里糊涂的过啊！我们是很珍惜它、感恩它、享受它。所以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吸，就很快乐啊，很幸福啊！我又赚到五百万呢、啊，所以哈、哦，真的要。 开发出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用生命、用心灵来体会、体悟空气与生命的密切关系，体悟到空气就是道，就是生命之源。一般人为什么要躲到深山里面，或是到那里去苦修，要要去找道，要去觅道？因为他。 不知道道是什么，以为说那个是很玄很虚的，要修到什么情况才能够找到大道至简，本来就是遍一切除存在。孔子就讲：“道也者，不可虚以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道。 大自然，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生命的必要元素，到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可是，一般人为什么他找不到？因为你就是习性的否定掉那些本来就存在的很珍贵的东西，这个就是价值观本末颠倒了。习性的否定，去追逐。 那个，所谓他认为的事，但是那个自我认为的事，他却是不是真正的真理实相？他把真正的真理实相、生命实相呢？他把它否定掉，所以为什么找不到？他以真为假，把真的他判定为那是假的，那是不重要的，然后以假。 为真，所以就浪费很多的生命，一直在追逐，一直在奔跑，一直在忙碌，忙到后面还是一样，没办法安心自在。如果你用心灵来感受、来体会，你开发出神圣的生命，生命觉醒过来，你会体会到我们真的很幸福啊。 迷的时候，觉得一无所有；当你有所觉醒、觉悟到，你就会觉得一无所缺。所以我们要体悟到，空气就是道，就是生命之源。没有它，我根本活不了。当你有真正这样的体悟之后，由此体悟，空气就不是原先所认识的空气了。 你对大自然的认知，就不是过去头脑之见、学问学术所理解的那样了。用头脑之见做学问去理解、去看，这是一回事；那个都是抽象的。你要用清净的心灵来体会，就是所谓的心领神会。你真正去品尝到、去体悟到。 这个不是盲信，不是迷信，它是生命的实相。只是你要用你的清净心灵，也就是用生命来体悟，用生命来体验生命。由此体悟之后呢，空气就不是原先所认识的空气了。你会感受到全身内外浸泡在空气爱的能量。 里面浸泡在道里面，空气、大自然、大自然里面，它本来就具有能量啊，本来就具有醍醐啊，具有正气呀、啊。只是你习以为常的忽略向外冲，所以就不知道珍惜它。我们要了解一点，地球上的空气。 能分割开来吗？能不能？能不能说某个省份的空气，我把它围起来，跟其他省份阻隔围起来？某个国家，我们把国家的空气围起来，能够吗？能不能？没办法的。所以我知道哈，这个世界的空气。 它是整体的，一体的。它是整体的，它是一体的。我们要进一步去体会，我的生命能与空气切割开来吗？能不能？好体会哦。我的生命能与空气切割开来吗？用。 生命实际体验来回答，不是用头脑之剑来作答。头脑之间作答，那是学问、学术。你就算很厉害，你得到了博士学位，如果你内心没有体悟到的话，你还是一样空虚不安。这个不是做学问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有没有用。 清净的心灵来实际体悟体验，你真正用清净的心灵来实际体悟体验之后，你的生命品质就会蜕变，你的生命所谓的明明德就会逐渐的开发出来，逐渐的彰显出来，你的生命品质会跟过去不一样。 所以你就会体会到，空气就是我的生命，我与空气是一体，我与大自然是一体。好好去体会，什么叫做天人合一？不要把它变成很抽象，它是具体、真实的存在。这个就是我们要修身养性。 净化心灵，我们的心灵觉知开发出来，你就能够逐渐做到大学里面所提到的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”。你真正把清净的心灵逐渐开发，让它彰显出来，就是在做。 明明德的过程，因为你的生命有在修身养性，有在净化心灵，你的心胸度量格局跟过去不一样。你不会去贪污，不会去跟别人尔虞我诈、争名夺利，你会把你的生命意义发挥出来，真的会练习着无我。 无私的为百姓服务，因为你觉得你心灵很富有啊，很富有。那你心灵富有，你不缺什么，所以你自然不会去贪别人的钱，不会去贪那些不应该得的东西。浸泡在大自然天地的怀抱里，不管到哪里都会很幸福。 安心、快乐、自在、喜悦。我与空气从来不分离，我与空气是一体。空气也是道的显象，空气是天地的一个重要元素，所以你就可以具体的体会到什么是天人。 本来就是合一，只是我们有没有认出来而已。当一个人由此体悟，人自然不会污染空气。你会知道，空气就是我们的生命，空气新鲜，我们生命就健康。那些长寿村的人，他们都生活在空气好、水质好的地方。 要解决世界的生态环境被破坏、被污染的问题，要化解全球性极端型气候的问题、各种灾难的问题，真的，当然也要有治标方面的政策，治本方面呢，就是要修身养性、净化。 心灵，当这种风气能够普传开来，普及全世界，这整个世界的文化就会大大的提升，这个世界就会迈向和平和谐，整个生态大家自然的就会保护好生态，保护好生态。我们不要那些盲信迷信。 不要搞那些催眠，不要搞偶像崇拜。希望大家要有求真求正的精神，<好>把我们脑海中过去所积累的很多观念之见，我们要练习着放下，让我们回归用清净的心。 来虚心学习，来体会，返璞归真，练习做位真人，做个实实在在的真人。当你把这些基本做好，你人生的方向就不会冲错。慢慢的，你就会来到大学之道。 在明明的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你生命的方向感会很清楚，生命的意义你很清楚，你会把神圣的生命发挥出来。发挥神圣的生命，不是去跟别人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。 争名夺利不是那些的，当你真正觉醒之后，你会发现那个是浪费生命。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善待我们的生命，爱护我们的生命？你真正好好爱护自己的生命，你就会爱护每个人的生命。将心比心，去爱护每个人。你所处的。 家庭、社会、环境，这个气氛磁场就会越来越好。好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OK，谢谢大家啊。